哎，这个可以调。我哪知道？那我换，那我换密码。我刚刚开台的时候有讲啊，这个可以调中文之类的。哎，这样我是有进去还是没进去啊？没有，我不用调中文，重来，我重来。哦，不需要调中文，因为调了也看不懂。玩重来。哦，你卖该，再开你开。有的有中文的不用调。哎，那个 Window 要怎么调啊？你们视窗模式？有吧？你可能要再设定看。有在是设定里面，为什么密码都要设那么长的、啊？密码在哪里？那不然下次你开，你开。好凶、哦，最近团团都好凶、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又觉得对你们太好了，你们都这样欺负我，我想要。我觉得就算这样还是会一样。才不会嘞。可以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能告诉我哪里有 window 吗？我看不懂英文。window 什么？哎、欸，视窗。哦，应该是。GAP GRPAPH 那边吧，对不对？嗯，来，我帮你看看。哦，有蓝色。我的。爱死我！爱死我妹妹最可靠。GRPHICS， 然后它有第三个吧，那个什么弗隆什么。阿基，你把陨月的颜色拿走了。那是。然后下面 Airplay 应该就可以。我今天当 Airplay， OK， 行啊。Good。我是灰色啊，不对。灰色是观察，滚滚。灰色是观察。我当灰色，我来听故事的。好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有一点是我这边问题吗？有点电影。哎、欸，网络红灯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啊，今天网络是有人在上传，是不是？谁、啊、在上传里面？是，我觉得大家一起开台就是爆炸，欸、没什么好讲。好像是一起开吧，应该是我刚按下去的关系。一瞬间开。哦，我现在绿绿了。绿了，戴绿帽了，可以了。老板绿了，哎、欸，吃到了、欸，哦不，要红了，哦，有了，我一定要把那个电信的人抓出来砍八段。我也是，哎，那个，你要砍揪我一份哈、哦，我也要去砍揪，然后过去跟他喊 B B 切八段。太 low 了啦！我是真的很想。你是用 cable 的那种是不是？我真的很想问他们，怎么还可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、欸？哎，凭什么用网络之名平存在这个世界上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坏！啊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。啊？关披萨屁事啊！你们没有听过那首歌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葛仲山的什么披萨、啊？感谢 You MC Play HK。哎、欸，所以我要怎么join你们啊？我随便随便点一个颜色，对，点我们随便一个人。然后密码就是 DC 那个密码。好、嗯，看一下。Steam 好友随便找一个人加就可以。哇，用英文的看起来好痛苦、哦，我的天哦。没事啦，进来不是要进来就有中文了。对，哦，好。没有啊，我看是英文啊。不是啦，游戏啦，不是游戏内容是。我看是英文啊！哎、欸，白痴、喔，手抖掉了啦！不要翻桌，我荒谬哈哎！我今天要来负责制止你们一切的那个暴动行为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团团，等一下，不要紧张、啊。为什么我是飞行观察家？歪了啦！哪里可以换颜色、啊？你现在好像。那现在是观察者，几乎都快选完了。一个啊，对，你可以哦，紫色哦 ，purple taste pay。好，来，那个我们就让最会讲规则的哈基来讲一下这游戏。好，我最会讲规则。我觉得你最会讲啊。有吗？观众大家一定觉得团团最会讲啦、啊。屁啦，我最不会讲规则。好啦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我来讲啊，这是什么游戏？好啊，快一点啊！不是你要讲，不是我说这是什么游戏，你要告诉我才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啊！我根本就之前这首游戏都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故事叫从前、哦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掰故事的游戏，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嗯、所以你开始掰了吗？所以这款游戏是这样玩吗？还是已经开始掰了？好了，它就是这边有牌啦，然后牌的话就是这边是53张，是结局牌，一人会有一张结局牌，就是最后你掰的故事一定要接到那个结局，你就获胜了。那你会有一些道具，像那边这个是有些是场景，有些是这个道具什么的。那你掰故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讲说，假如像我现在讲故事说，有一天夜晚、哦、你可以把这牌丢出来啊，夜晚出现了一个熊猫在山上，我们可以把那个山丢出来，这样讲，然后就是掰到最后，你把故事结局这样掰，结局掰完你就赢了啊。对，那如果你讲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有其他人。像假如说，像我刚刚讲的，熊猫在山上走到沼泽了，然后另一个人有沼泽这张牌，他就可以直接丢出来说，好、哦，你说沼泽吗？
啊，就换那个人接，就换他开始接这个故事。啊，understand？就是你讲到关键字，你身上刚好有那个牌，你就可以把它丢出来，然后把那个主导权抢到你身上，这样。对，换他讲故事，就换你接，换自己掰就对了，这样。对对对，然后就要想办法把故事掰到你的结局就对，但是你要掰得合理，掰得不合理，我们可以抓你。就是要努力把自己手上的牌没有，是不是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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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如果有两种情况要抽牌，第一种是你被别人抢走了，你就要抽一张。哦。然后第二种是你想不到了，你就可以自愿抽。哦。哦。嘿，掰不下去的情况。有人跪求愚笨的熊猫第二集是怎么一回事？不要啊，这次要换别的。哎、欸，那这次哈基，你不是说还有一个规则吗？还有空白卡吗？好像没有、欸，没有。不然就我们就限定说，我们讲的一个故事里面，一定要最起码在我们在场的有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们哦，所以他不能放空白卡、哦。嗯，哎、欸，对他没有空白卡。然后那我们就是规定说，我们这个游戏的故事主角。不能是你手上的牌、主角是要自己掰，就是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其中一个人。那如果你抽到公主、王子那些怎么办？那你就要讲这边的一个人说他的他是公主啊。那你可以取说就掰说团团取了一个公主啊。就是、啊。那你可以说团团公主啊。或者是小雨野猪之类的，对。小雨野猪，一定要讲一个。你们不要。不要这样互相伤害好不好？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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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限定说我们那个故事里面一定要有出现我们这之中的人，这样就好了。反清那边已经完全变怀旧区。继续讲，继续讲，我继续。好啦，就应该就这样了吧，对吧、啊？就这样了。嗯，好啦，那就发牌。发牌。记得那时候是谁讲折屏啊？讲成那个。对，为什么折屏没有？我看他没有头像啊。啊？因为他的设定本来就没设定头像，所以他就没头像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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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没头像。对啊，我没头像。我是透明人啊，你背负少一个、啊，少一个头像了，少一个头像。好啦，发牌。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哈！这么开心哦！你在画什么啦？阿纪，好了，阿纪不错哦，懂我，懂我。发牌，我先洗牌。发牌。哎、欸，这要怎么擦掉啊？你一张故事牌、哦、结局牌，然后再来是几张啊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张。好。哇！哎、欸，我眼睛突然有点小，我把它们放大、啊。眼睛小。你可以按那个 Auto。你把 auto 看的时候，那个所有东西都可以变大，场面上的也可以。这什么卡、啊？然后，如果你的那个牌上面有一个中断两个字的话，那张牌的话就是你可以，人家可能讲故事讲一讲，哎，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有个儿子，啊，那你就可以把它中断说，不是，他不是儿子，角色卡啦，角色卡他是什么谁谁谁这样子，类似这种。那其他卡就是随便讲是吗？其他卡就是你有人提点到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丢出来换你接故事。对，中断。讲到山啊、森林啊，你身上有就丢出来换你讲故事。嗯，所以这要什么轮啊？这应该也要照轮，还是要抢答？要抢。那没有要抢哦，那完啦、啊。不会啊，就是你要去接人家的故事的、啊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。那就不然就先让那个啊，让他示范嘛，最会讲的。我一口气讲完嘞、欸！对我这个故事真的可以一口气讲完，你确定？没有合理哦。他最会讲故事，没有没有，很合理哦，真的很合理、哦。我们先让杰克讲，杰克每次都没有讲。哎，所以可以自己全部一下来全部讲完是吗？你就是要掰到内容，如果连得起来是别人觉得你是 OK 的话、哦欸，但然后你的题目里面没有我们的卡片。对，谁、知道有没有卡片了、啊？你看一次应该就懂了，还蛮好理解的。对，来来来，只是我们要来听杰克讲故事。来来来，哦，好好，来来要来了来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要过来，没事。杰克来，杰克来。从前有一个城堡。里面只有皇后，皇后，那个规则要提到我们呢、欸，只有小雨皇后，八点五皇后，小雨皇后，里面有一个皇后对了，她叫小雨，然后你还有呢，里面还有哈基王子跟团团公主，哈，哈团可以。他团可以，What the fuck？ 出轨啊！所以他们是兄弟姐妹吗？
是是是，好换我了。就像这样子哲平。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所以可以兄弟姐妹，他讲了兄弟姐妹，然后你有兄弟姐妹，啊、你说他们才不是兄弟姐妹，他们敌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，好换你接，换你接，换我，换谁？快换那个哲平啊，哲平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输了应该就放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换我是不是？换我接，换、啊、你接下一张，对对对。但我是不是我要抽一张？然后这个时候你说、嗯、你说什么什么王子啊？团团王子、啊，团团王子。所以这个团团是公主，哈基是王子，小是王后。这个时候团团公主就听从她妈妈的话，然后哎哎哎，这是结局，这是结局，这是结局。结局没跟我讲。好，现在讲，现在讲。结局一定要接到那边。哇，完蛋了！来，你再抽一张吧。要不要换一张结局卡？你换一张，换一张，换一张，换一张。那我先把地牢跟剑拿回来。好好好，你先拿回来，先拿回来。来来，给你一张结局。哦，那个那种颜色就是结局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你最后讲到你的故事最后要结局。要怎么翻牌啊 ？F F F 拿进去按 F 是吧？这个是谁的？哎，刚怎么变？刚有张结局不是？太多台了，给我带太多牌。这谁丢的？这谁丢？拿错了。对啊，丢回去，丢回去，洗一下吧，洗一下。哦，好，那就那个啊，我继续讲啊。嗯，继续讲。那个团团王子拿了一把剑，把那个团团王子的团团公主，团团公主拿了一把剑，把那个哈基关在森林中的地牢里面。啊，然后为什么要关？为什么要关？因为你是坏人，你们是敌人啊。坏人是不是？坏人是不是邪恶？对不对？抓到他的。他怎么关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就通奸吧。你总要有个过程嘛。有啊，他们就是敌人嘛。嗯嗯，然后就那个，然后我他就关在地牢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谁关在地牢？就谁被关到地牢？团团公主把哈基王子拿着剑抵着他关在一个森林的地牢里面，是哈基被。然后因为那个森林太老旧了，所以有一个东西活过来了。然后团团是不是发疯了？没有，他没有发疯。你不要乱改故事剧情。我是中断啦、啊，我中断啦、啊，应该可以中断他吧？可以啊。然后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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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断是因为他出的卡是状态的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我说某个东西复活了，然后他们就什么东西复活？要讲清楚。什么东西复活啊？就是他这边、啊、就这个可以讲吗？自己乱掰是不是？他们就发现很恐怖的东西复活了，然后他们就跟到了地点，然后就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要合理哦。讲，你是说？好了，停下，停下，停，好不好？停。他们发现了喵哈大怪物复活了，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怪物是坏人吗？你说怪物吗？没了，等下我跟你讲完，等一下，你讲了，你讲了，不行，等一下，来去，怪物。你说他们那个哲平，你要抽一张哦。啊，要抽一张什么？对，右左边那个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哎，然后要怎么翻牌 ？F 哇，呀，我可以。知道一下现在情况吗？那你说什么？那你说什么？你说怪物公主拿着刀抵着，哎，被抵到那个森林的地牢里面。对对对对，然后突然有一个很恐怖的喵哈大怪物复活了，复活出来了。哦，好好。然后那个喵哈大怪物呢，对着哈基王哈基王子使用了失明，失明啊！为什么我要失明？然后他就把他吃掉了吗？这是哈基不是使用魔法吗？对，他使用哎没有哎哎哎哎讲清楚哦，怎么让他使用？你要讲清楚哦，他使用他的手指头，使用药水，把他说瞎了。然后哈基失明之后，是不是就变成食物了？有人受伤。对，有没有变成食物嘞？就是有人受伤嘞，有就是被吃了嘞，就是发生一些就是有哪里头上你们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这样根本是审问大会，哪是说故事啊？对，你忘记抽卡了。然后他讲啊讲，然后团团公主就从这地牢的门走了出去。嗯，然后那哈基王子干嘛了？哈基王子干嘛了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哈把哈基戳死之后，团团公主要从门走？对啊，因为团是哈基被关起来了。哈基被关嘞、欸。哦，对啊，關是哈基被关起来的。哦，是团团被关吗？就走了、啊。哦，走掉呀、啊。哦，是团团把哈基关起来。对啊。对吧？所以团团这里说不在门里面、啊。对啊。对啊，你们在外面呢，有好几个门啊！哪去啊？太多门了，你这是森林啊！不是，他既失明之后还没死，是变成食物被吃掉了。
没，什么啦？我失误了。哎，换个说法好不好？是水果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基王子失忆了嘛？对啊，对对对。然后这就变成食物失掉了。对啊，故事好乱啊！你想干嘛？哎，我没有故事线啊，这次没有用哦。这是还没，这是还不需要啊，还蛮短的。然后怪物把。哈基王子处理完之后，从门走。处理完是怎样？处理完是怎么处理？从门走出来。从哪里的门？后面前面。我是拿西瓜刀。是怎么处理？是怎么处理？是当食物吃掉。拿西瓜刀往西瓜劈下去。所以功大小。就是当食物吃掉。就看喵哈怪兽想要怎么。所以是把它吃掉。是把它吃掉。要干嘛？要把它吃掉吗？他有没有把它吃掉？有有，好，它变食物了，对不对？谢谢。那喵哈。